大家好，我是小撒。被催促了好多天的数字投手，小撒要是再不做，同学们的不满情绪那估计会逐日到达顶峰。数字投手，投手系植物，冷却 CD 5秒，阳光消耗150，属于纯控制类植物。攻击5伤害，当有僵尸出现在数字投手前方时，数字投手会丢出树枝落在僵尸脚下，树枝会造成僵尸 50% 的速度降低，树枝留存一段时间后消失，二阶时投掷的树枝有 15% 的概率把僵尸凝结成琥珀，三阶时投掷的树枝有 30% 的概率把僵尸凝结成琥珀，四阶种植时有概率直接释放大招。大招是向地图上区域随机投射20块的树枝，树枝会留存在该格，走上去的僵尸会造成减速。装扮大招则是能直接变成琥珀。主要获取途径一般来说经常出没于叛逆黑店以及每日挑战中。数字投射的定位就是辅助，其实这植物很好用，但减速效果不要太好，群体减速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能够在无尽中基本达成无上挂机的效果。不过在无尽模式的使用上，二阶以上的数字投手不太好和魔干配合，因为变成琥珀的僵尸魔干就吹不走了，非常影响魔干成功率。树枝投射这植物在天空之城中被禁止使用，盲猜如果能用肯定会留存空中并且被减速，不过真的遇上飞行僵尸，树枝投射的树枝就没法起到减速的效果了。树枝投射变琥珀对于机械类的僵尸同样是能起作用的，当然巨人僵尸也如此。那么这个变成琥珀也就是硬控特性了，对上近卫巨人自然也是能够破掉近卫巨人的减伤属性。叛追中的某些特定关卡任务能够发挥巨大作用，比如本周的叛逆追击，我们就能用数字投手快速完成任务。植物总结，这是一株零伤害植物，减速效果非常高能，升阶带来的硬控提升也比较大，不过普通的模式中难以有登场的机会。叛追主要用于任务完成，无尽中算是减速神器，本身等级就是越高越好，不过如果有需要用魔干大法通关无尽的同学，尽量带一阶数字即可，毕竟升阶带来的魔干失败还是得不偿失的。万物皆可收评，我是小撒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